万代南梦宫以及2011年推出的超人气射击游戏《空战奇兵》系列最新作《空战奇兵：突击地平线》，将带领玩家再度翱翔天际。《空战奇兵：突击地平线》算是全系列正中第七代作品，标榜超音速的激烈空中战斗，尤其是在摩天高楼之间激烈的追逐战，并导入了一个名为“近距离的攻击”的新系统。会以类似好莱坞电影常见的空战镜头、高速追尾等视觉技巧，营造大魄力的空战场面，感受超近距离缠斗的刺激快感。另外，为了替《空战奇兵：突击地平线》宣传造势，万代南梦宫特别配合游戏主题开发特制的 iPhone、iPad， 自2010年12月17日起免费提供玩家下载游玩。